Shoots. So, Susan Dixon with the Minton Bay Profile, so who the things can be the world of you. You think that to young the union, get you or do you to sit or ten and to say, okay, done. So, you may have a phone thing. See, she take a woman, dang, get down to you. So, or Lanyon take a shake you for. 可是我是在完全不知道的一个情况下，也没有被指挥，也没有真正被这个正式的询问，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情况下的前提下，我的名字被 drop 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这个本身本人的一个名义上，我的家庭，我的党，跟对我们州政府的一个污蔑。 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事实的，所以今天我必须来这边跟大家做一个交代。因为你们这几天都一直问我，我相信大家都很紧张，我的名字是不是有改？所以我必须要出来做一个交代，给大家知道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在这近5年里来呢。 一直都会有人在背后放风声，甚至是在我怀孕的时候，我生孩子过，一直讲我没有下去做工，没有见选民，没有处理东西，所以我觉得是很辛苦啊，我也不知道要怎样再去回应这些一些有心人士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在背后一直放风声，我一直用这种私人的东西打击。 所以，尤其是在忙着应付这个大选的选战的时候，我才生孩子不到2个月，要忙着喂 baby， 我突然间有一个这样的不知哪里来的一个信，我污蔑我讲滥用这个选区拨款，我觉得这个是我接受不到的，因为今天呢，不是说关于我的这个议席，这个是关于到我的整个人的这个名誉的清白。 所以今天我必须站出来呢，我会通过这个党内跟党外的管道，要去洗清我的这个还我清白。好嘞，你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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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